你看，也没抹下，也没抹下，统统抹下，不然人家骗到的啦。啊，哎呀，莫干莫干莫干哦，搞齐了啦！啊，莫干抹抹抹干新闻点。哎，请侬微信，阳光学院要四个字，抹啊，伊啥子都抹啊，啊，哦，错不进来，呛起身，呛起脸。吃草了。哎，我爱呛啊，俺没吃困难哦。 俺们老高有些人给咱东送的，算了，我觉得其实没有灯也好。那个没灯也好，本来想哦，哎，灯出来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简报剪下来，好，然后找人家弄一个网站，好，把放上去，把我们学校那个历史啦、做那个事情，哎，全部放进去，哎，然后呢，弄一个专户，好。 这样子啊，来长期接受募款，按、啊、你这样有效啊。做网站，你还沾省啊。而且这样子，学院会有一个沟通跟抒发的管道。哎，不过有庆中业委啊，都会出名，出名了以后啊，才募得到款啊。谢谢你啊，我知道你很努力，可是媒体这件事哦，我觉得效应也是短暂的，而且现在媒体都喜欢。 报道一些新三色有的没的那种东西，报出来不一定好，而且他们写到中错生，一定都写坏的、啊。可是，不然怎么办？哎，我们的钱只够用到这一批毕业生呢。哎，他们毕业生走掉以后，后面我们可以撑多久还不知道呢。那提了，慢慢来啊，一步一步给给了，一步一步给给，好，提步啊，你们给给，讲啊。 屁股翘，很无聊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干嘛笑那么开心？我
我舅舅叫我搬回家住了。真假的？小声点啦。那你答应了吗？答应了。好棒哦！哦哦，白痴哦，比我还开心哎。因为每次想到你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学院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范小饼，有你真好。对，谁欺负你吗？走开啦！我会找店长。干你哪！哎，白痴哦，回哪里啊？好了，白痴哦，给我。你干嘛？好了，哎，现在班上怎么样？还好，出去外面等了，走，先给他上班了。咋？你给我藏到我回来。哎呦，哎，你还半年呢，做事。东东，差不多来了。西哥水面啊。我。很努力。哎，金毛哎。哎，太高一点啦，安尼拄到门口，你看我娘你去啦。哎，伟志，走吧。走啊。对了，等一下。干嘛？是要零钱，10块钱就好。要干嘛？用我的好了。你自己投。要投什么？每个月10号要捐10块钱。今天不是10号。10号我又不一定会在这边上班。捐给谁？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中辍生啊。我靠，那么好，居然休学还有钱领。哎呦，不是领钱啊，是替未来做准备啊，就像可以帮助那些中辍生一样，可以找到工作，努力赚钱啊。所以像阿杰这种志工跟教头，都是需要这种薪水才可以努力工作。我玩你，我过来，我要走。卖喽卖喽，猪肉老鼠喽！小平，你店里怎么不卖猪肉？神经病哦！加较慢的啦，等我啦。白痴哦！把太阳走快一点，爸会被火车撞到。吃屎吧！妈，我很想跟你去打工哎，一个人好无聊。金毛，你到底想嘛个？龙门广播的，台糖落后董事总讲，好言无切，我硬会办毕业典礼。卖肉，卖肉，大家来买肉，我们没钱办毕业典礼哦。卖肉。卖喽卖喽，我们没钱办毕业典礼。现在大家来讨论一下毕业典礼的方式。我们虽然预算经费都不够，但是一样可以办一个让人难忘又值得纪念的毕业典礼嘛，对不对？来想一些点子，可以。省钱啊，好，并不表示啊，好就没有办法举办。好，大家可以想出一个新的方法，好，可以跟以前不一样，好，可以试试看。看神木。拜拜，拜拜了，是看神木不是看神坛啊。还有阿里山，还有大家可以讲啊，比如我们来办一个毕业旅行，都很棒啊。啊，你每天晚上打牌？各位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有话讲。你要带我们去潜水？你们。毕业典礼我不能参加。因为我决定要出国念书，然后会先去念语言学校。金针菇，你开玩笑吧？毕业典礼还没来，挺过分的。妹妹，你这样不是跟大妈一样吗？
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们不要为难金针菇了啦，他想要追求他的梦想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如果你们真的爱金针菇的话，应该祝福他，而不是让他有所牵挂。你们刚刚不是有提了很多点子吗？对不对？像你刚刚说去看神木嘛，很好啊。还有没有？安娜，再说一个。你跟他讲的，如果你们喜欢金针菇，就应该给他祝福，不要让他有所牵挂。你想太多了。哎呦，那中意金针菇哦，都太常老去讲啊。你刚才动失重了，还跟以前一样。每天八卦来八卦去，你烦不烦？哎，我是董事长啊，我当然要关心员工的幸福啊，员工幸福了才能够专心工作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还有还有还有，干嘛啦？来来，告诉你个秘密。其实啊，我误会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总以为啊，你比较爱我，现在发现不是。哦，我可以留住我的幸福了，谢谢。他有话跟你说。那个，我们毕业旅行去住帐篷，然后我煮晚餐，然后骑脚车，不是也可以坐三轮车？嗯，可以吧？可以哈。可以。对。好啊。你决定就好了。好。就这样了，你们长大了。嗯，好。他什么话跟我说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没事，快快快走，我们还有事情要讨论，拜拜。白痴哦、喔，你没有讲重点。哎、欸，我是谁？小星星哎、欸，不可以说谎。我觉得是金针菇喜欢教头。是教头喜欢金针菇。金针菇喜欢教头。是金针菇喜欢教头啦，你不要再怪小星星了，是不是？男人的心，女人不懂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有男人心是不是、啊？我也这样觉得。白痴、哦，你又有男人心了、啊？你、嗯、屁、哦啊！好啦，其实金针菇喜欢的是我。你才白痴！你刚回来，最白去卖口香糖啊？最白目就是他。你不是给听出过，要不会同到同学整理啊，跟毕业典礼参加，也唔许无参加，要懂乖。那我想说，这阵子学校好像已经比较步入轨道了嘛，那我就开始请假。哦，亚都老娘去卡不卡通用，有嘛好乖啦？哎，呀，后尾老师多无情呢！哎呦，无计较钱的老师哦，搁较衰呢。你怎个想一下好吗？呀、哦，做唔得梦啦！哎，江老师，你就好好准备出轨的事情。
谢谢你来这边帮忙这么久。那阳光学院很希望你回国之后能够偶尔给我们上一些课啊，然后一些跟小朋友们的分享这样子。哦，哎，你讲要走吗？讲重点。听错个呀？等下收听迄募款啊，户外体验课程个，听错要转来。等下转来，希望大家做得不挨欺骗。哦，你不用转，都会讲嘛该。走马街，感情的事情哦，总得勉强。啊，嘿，不话讲这话哦，哦，去家幸福啊，啊，你就去家追求。我拢讲过个哦。来啦，凉茶哦，你记记哈，莫个事情哦，讲清楚，你讲清楚。你什么时候要娶我啊？没想过啊？你觉得我一定要嫁你哦？没有啊。阿公走的那天，是把我们的手牵在一起，没错。你以为那就是他要你娶我吗？我不知道。拜托，阿公才不会希望两个不相爱的人在一起。你想偷爱，爱不想干你。听不懂，快去追金针菇啊！哦，闹热了哟。很闹热，我做哪好搞来做老师嘛？来看啥呢？我讲个呀，
学生们决定要就骑单车去环岛，想要邀请你一起来，然后出发日是18号。18号哦？可是我们飞机18号。那没关系，我再跟他们说就好。哎，张老师，我们11点多的飞机，你们环岛应该一大早吧？对，我们是大概七点从学校离开。那应该还来得及，我先载玉秀过去，然后再去机场。谢谢。你们两个应该互相有感觉吧？绝对不是你单方面喜欢他。我想过啊，既然要出国，那就不要牵扯到感情比较好。反正有缘就会在一起嘛，没有缘强求也没有用啊。放得下吗？要练习，练习放下。车，来，举到后头家。阿妈又闹借朋友讲我嘞，你记得以前。哎，那俺提前去拿，俺你顺便练一下，做得来哈。好，哇。主任。哎。唔要的去哦。哎呀 ，I'm 董事长 ，of course。那你老婆跟小孩干什么？I'm 董事长 ，she's my wife， 所以她是董事长夫人。她要学啊，对，这个她要大气一点啊，为了学校，对不对？对。No problem， 没问题的。哇塞！哎，哇！棒！棒！哎，大家好。哎，张老师，方便聊一下吗？好。He is 玉秀的 boyfriend。哦，我还以为是正义的 boyfriend。有两件事要跟你谈。第一件事就是上次玉秀跟你讲那件事，捐款的事，我希望你还是可以收下。其实真的不用，学现在还撑得下去。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？因为我也是要帮我把公司结税，你就算不收，也是要给政府，这样会不会比较没压力？其实不是压力的问题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那我先跟你讲第二件事好了。我觉得你好像误会我跟玉秀的关系了。其实我们已经分手一阵子，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看。我们一起出国，只是坐同一班飞机而已。我们是去不同的州，我把她安置好之后，我就要去纽约念书了。Thank you.
大家早，董事长早，董事长早，董事长早，集合，大家都到齐了哈。哎，好，你要早。好，我虽然是学员的新任董事长，不过希望在这个比赛之前呢，在破口功大树下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你们。来，金马来，希望你们啊，在这次参加比赛能够旗开得胜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 有，来，我们来一起加油一下哈！一二三，加油加油！祝你，我想跟普拉公、纳米嗨，我也要，来，各位，普拉公长脸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普拉公在鼓励大家，要听话。我妈一直在咬普拉公。 阿姨在跟他说。做牌。臭蚂蚁。来哦，普阿公在给能量给大家，有力量。普阿公，感受一下。原来你可以好演的，感谢你同一段时间，本来的固定。 尤其是面对亚德生女的世界。One, 2,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67, 68, 6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2, 93, 74, 75, 76, 67, 68, 6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, 76, 67, 68, 6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, 76
真宇，你懂汉吧？你喊嘛？老金真姑公，你终于记吼。要唔真正会讲啊？我昨天有事情要写，写不出来。写信啊！写我爱你，叫他嫁给你们。快点啦！啊！你要他唔讲，做人还态度是，还两个啥？ 你哪呢？啊，我伊也甲你有识过啊。
这边啊，我是到机场，不是到机场停车场，好不好？你别讲嘢啦！来来参观我的地，如果我家叫人出来看我呀，我系讲起远嘅路，捉落去啊，从一栋四条狗嘢。 安迪，俺做嘛搞不到了呀？加油！老李阿坤，机车同学，我要去石龙桥。喂！注意哦！尤其是面前那只老佛。哎！哎！去追机车嘞！有好命，最有趣。唔本爱讲车祸，唔本爱自杀。 这个要行啊！还紧急动向便。你看他认得哎，那都急，还了解啦。哎，那个小杨注意啊！那个主任，主任啊，就讲你啊，主任后面那个问机车原因，哎，遇到机车的事。 俺用该机车佬吗？俺想本基地，起先爱追聪明，然后伊考高中，考到以后，机停下来就去吹掉。俺用动电车，起先爱追机车，然后做一只阳光机车男，东东。有一段时间，俺个脚会穿体嘞，俺硬拿动猫。 不过，俺迟到不看见老朋友拢当生气，所以俺冲下老俺爸讲，我看过俺穷苦的人，俺爱好赌条，难怪唔会有钱。佮当然嘛答应俺，因为全世界的人拢讲俺上高追，俺以后的人生一定袂够我高追。我最可爱。 还有当作高追的妹妹，伫遐电爱，当然唔系无系养妹。我干，大小啦！干什么？开伊犁啊！那个就是。干什么呀？小心点。那是小妹啊！那妹得干。哈哈哈！我最喜欢吹风了，吹风跟抽烟一样，可以忘记很多事情。 唯一该是想忘记太多的事情，才会去抽烟吸毒的吧。人活着会痛苦，就是记忆太好了，不要去想就好啦。老爸跟老妈现在一定很忙。
他们忙着带阿公去参观天堂。我不会让他们担心的，万一他们担心我也开始在天堂抽烟吸毒的话，那就糗了。谢谢爸爸，谢谢妈妈，我会勤快一点，当个追风少年往前飞行，才不会阿达阿达的常常被人欺负。他们说我是植物人，打我骂我都没有反应，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，我爱阳光、空气、花、草，还有树木，还有每个人。爸爸，你会懂的。我不会念书，可是我是有用的人。我最认真负责，我会专心长大。我爱好和平。我一定会变成爱好和平的绿巨人。我要你起来！从来就无人问爱，总嘛该对黑猫变作金毛的，爱咩唔敌，可能是常常生气吧。从前火气很大，看到人就想打，头发就变成金色的。很帅，好可怜哦，真心话嘴皮。也可能是因为太帅，就常常被打。因为都安打来打去，唔去打你，就会不认打，懂跳。都没有人发现，其实我是很温柔的，很会照顾人的，真是糟糕。后来才又发现。其实阳光照在金色的头发上，带着一点笑容的我，看起来美萌萌的。有人说这个叫做腼腆，腼腆毛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凉。我和那黄州金毛的看面条的，金毛来拍照。没什么阳光，我也和金毛的，和脚上有朝气的金毛的，俺用小瓶。应该会卡中音来。没有人喜欢我，因为我不爱笑，我笑不出来。以前我爸打我，我妈也不爱我。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笑的。但是没有想到遇到这么一群命运比我更好笑的人，遇到他们之后，从前的坎坷或是不公平。都变成过去的笑话。我真的希望能跟他们一起赶快长大，充满着笑容。我是阳光美少女，因为我知道未来的路纵使再不平，也能够和大家和妈妈还有弟弟一起走过。我希望有一张木卡，不过我都把西装订。也有阿妹，迄长西也很记阿姨一年，记起爱小星星，爱主听爱故事，爱到天荡发狗，遐来种地，用功好用地买，太家煮老爱强用，煮冻故事，新冠度煮黑灯一类小星星。爱怎无爱老记着平庸嘞？爱按奖，爱请买 on V penny， 爱请感谢阿妹，本爱按晓得体谅 penny。谢谢。爱听错买好好爱吃噶，做全国清赞个咩？虽然都天荡动故事。不过有些人要来骗我，加油加油，要飞高一点，飞走吧，飞高一点，加油加油，硬起来，别回来啊，飞到我们看不到。我以后会做一家电脑工程师，而且是头一家不用，我还要孝顺我妈。
我以后想做一只优秀又够水的律师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会赌博。我想中乐透，一半捐给学校，或者去当大饭店的厨师也不错。我会练习喜欢自己，而且一定会变成一个很有用、很有用的人。他百二周替有欣赏，老高替有空用的欣赏。等我存够了钱，我要开一家洗车厂，每天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，这样真的很棒。眼上做夫师，本体家有空间的身体，身体好，心情当为好。加油加油！你不要踹我！我好。加油！加油！去你再去你家玩电动。我们。操妈！老婆。来，我们把我们孙曼老师把他举起来，老师来，老师来，来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好，来，一二三，九，六，哇，好重，你好，我就家庭战士老侯演板刀阿公的布卡。哎，你妈在干？虽然看起来同简单，不过用好上的习惯简单的惩罚，没去动好。来哦，这边。鸡毛，帮帮忙啊！来来，这边要高一点，这边要高一点。来帮你们。来，这边高一点。鸡毛，拉下来。一、二、三。从右开始，我就做最基础而已。在抽烟吗？没体力了。你看哪看哪。前面会抽烟，会抽烟，会不抽烟？哦，真乖。脚才稳啊！哎、欸，你们可不可以来帮忙？啊，来用力啊，来用力一下。新歌好奇开始嘞，好上的韩黑腔用，来自西面八方。你再过去一点。两个散打教练，羽毛诶。顺利靠松皮保身，而且当了国手。中间会在。太卡住董兄。有时候他会跑来烦我。俺兄弟阿公从下老和尚的讲的话，未来主冲一种梦想。不过俺就做的向下天书，向下做天子要的书。一起在未来面对重重关卡，看都看烦了。唔行嘅话，做对看我哋环岛嘅影片。这是新加坡。哟哟，你看，跳到越南。跳到越南。走了走了。拜拜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啊。我最勤快，我最贤惠，我最体贴，我最负责，我最萌，我最可爱，我最聪明，我醉了，我最大，最大，最大！来，大家一二三，耶！一二三，耶！
只有好